我之前一直在想我的亲生母亲有多自私才会遗弃小孩，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。我真心相信妈妈一定跟老师一样这么想念着我。今天是我给你期限的最后一天，告诉江一色了吗？为了守住这一切，就这么一次犯下最后一次的罪孽呢？我很想吃一次老师为我做的食物。一色都知道了，故意为了我。老公，我的肚子。你怎么了？我的肚子。我现在已经知道所有事实了，你快点把我忘掉。一定有其他的原因，我一定会把它查出来。女王之花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。